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掉了！该，我看你咋办？嗯。 再找一个，这姐姐拿走了，小医生一看，二宝就赶快躲呀，这是，然后再找一个，啊，拿个这个上，哎呀，这把没掉，这把没掉，哎呀，乐死了。 二宝，来，你咋了？二叔，嗯，怎么过去好好吃东西啊？上我这儿啊？啊？好了，吃东西，别谈零食，啊，别谈零食，嗯，不能谈零食，你看，你给二宝都引过来了。 你这二宝都引过来了，二宝都不好好吃饭。二宝啊，那兰花指怎么回事？ 二宝要啊！打手，打手行不？可以，给二宝吓的。
你给二宝吓一跳，你看看，你哎呀呀呀，又吓一跳。嗯，好，过来吧，来，不打手了。嗯，你小兰花指。哎，这个淘淘呀，二宝上去收拾他，行不？要不他老吓唬你，我给你放嘴里吧。嗯，二宝说不用。哎呦哎呦，要能够着啊！哎呦哎呦，给阿叔挤没地方了，给阿叔挤的。你看你给阿叔挤的，还是二宝高，还是二宝长得高。哎呦，掉下去了一会儿。嗯，掉下去了。看二宝大高个儿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大高个儿，嗯大高个儿，嗯大高个儿，哎呦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。个高是有好处哈，二宝。好，给个枣吧，好不好？来，给二宝个枣。阿叔过来了，阿叔，啊，好。你也要啊？啊，你的手上拿俩了，是不是？你手上都拿俩了，啊？哎，阿叔，你咋还坐沟里去了？啊，你搁那沟里坐着干啥呢？扎屁股，我跟你说啊。没了，没了，给个枣子。